向啊，这个方向是回去的。Thank you.
你的向日葵太大了吧？不是你的大向日葵、欸。然后是。好像捧花啊！好像捧花，真的好像捧花。
当然是要的。袋子还要装起来。OK， 好。Thank you.
知道，不知道做出来怎么样。第一次做，第一次就不知道做出来怎么样。第一次做，不知道做出来怎么样啊？那就不，那如果看的话不好看，我就会了，两个地方。可以吗？对，很好看。好。那张袋子。今天你是第一个我帮你做的。哎，还没做过。谢谢，这是我第一次做的，处女座。